兔魔王的肥宅生活。白色情人节快乐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兔兔魔王，今天假扮成露露魔王的样子，来跟大家进行今天的情人节巧克力开箱。今天要拆箱的主题呢，就是这个，真正香草骑士的造型巧克力食入。然后这个呢，是我在他们门市亲自挑选的十样巧克力。没有人送你巧克力的话，你就自己买吧。然后我很推荐，是因为我喜欢吃香草夹，就是纯天然的香草做成的商品，所以只要是香草夹系列我都很爱。然后这家香草夹呢，是强调自己去采购，然后晒干来制成一个干燥的香草，那我非常的喜欢，于是今天就推荐给大家。那马上来进行今天的开箱吧。首先呢，你当然只需要打开它。很多这种巧克力店啊，都会做这种很漂亮的缎带哦。我要挂头上吗？我头上的缎带好像越来越多嘞。好啦，不管了。这样好坑哦，太坑啦。那我们继续开箱。好，然后打开它，锵锵锵锵。我这次买了十入，然后有混搭青花瓷系列。青花瓷系列呢，就是它是用复古的这种蓝色白色的颜料去做成的巧克力造型。然后还有就是星球系列，星球系列就是以各种星球，像地球啊、天王星、海王星那些的星球作为这个主题。然后以及这个一般的这种炫彩系列哦，就是很漂亮像宝石一样的感觉的这种系列。然后我各挑了几种，我们来吃看看吧。首先呢，我比较好奇的是青花瓷系列，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有这个凤凰啊，然后有这个梅花，然后有这个我不知道什么花。那我今天想要吃凤凰，非常值得当凤凰。我拿起来让大家近看一下这个凤凰造型，我觉得蛮漂亮的，它的这个凤凰造型做得很可爱。很可爱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吃吃看好了。然后它就是这样子哦，它这样包起来，青花瓷的感觉有点像是啊。哦，我知道它为什么叫青花瓷了，你们看，它是一个小碗弯，超可爱的，它是一个这样子碗的造型，后面还有写香草骑士，我们看一下，我看不看得到香草骑士的那个 logo， 然后这样子一个碗。哇，吃咯。它里面的料是这样，我有点忘记它的那个口味嘞。凤凰口味应该是蜂蜜加香草嘛。它的味道是比较天然的蜂蜜和香草味。脚一直滑掉，哎，我想说情人节就办一个华丽一点的头饰，就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实用，我觉得应该要用一个东西固定住，因为它很滑。接下来我要吃地球，地球呢就是我想要征服的这个星球，可是我到现在没有征服成功，各位子民快点按赞订阅，让我征服这个星球吧。那地球呢是当季水果，我那时候看好像就是一些莓果类的，然后所以我就选它，然后主要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征服地球，让我征服你吧。那我要吃啦。地球内部是莓果，好像是草莓吧，因为这现在是草莓的季节，所以地球内部包的是草莓。好吃，它是地球外面是白巧克力，然后里面包草莓和覆盆莓的那个馅料，我觉得不错，是果酱的那种感觉。很好吃耶，很好吃耶，那个果酱后来融合白巧克力在里面的感觉，我觉得很棒。吃完地球之后，我们来吃宇宙。
我的野心越来越大了，从地球征服完之后开始要征服宇宙了。这颗应该是银河系，你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造型是银河系的那个感觉。那我们来吃银河系吧，征服完地球就来征服银河系啦。银河系里面包的是柑橘的果酱，然后它是黑巧克力甘纳许搭配这个柑橘的果酱，还有一点微苦的感觉，然后柑橘是蛮香的，还有它还添加了那个血橙的碎片，我觉得很香。好吃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知道它里面有那个果粒的层次感，就是它那个果酱，然后下面是一层那个血橙的碎片，然后外面包黑色巧克力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我觉得我是喜欢吃甜的，所以这款是比较属于微苦的感觉，它味道很香。以目前的子民，如果不喜欢吃太甜的话，我觉得这款是很适合你的，因为它的那个苦甜的巧克力配上柑橘的香味，我觉得很搭。稍微介绍一下巧克力啦，这个我刚吃的是地球嘛，就是草莓加覆盆莓系列，然后青花瓷是香草加那个蜂蜜的口味，然后这一款是我刚吃宇宙，对，宇宙，然后宇宙的话是柑橘，然后还有它的那个血橙碎片以及黑巧克力。再来呢，我们还没吃的口味有土星，土星是芒果口味的，然后这一款是这个星云，就是它应该是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它应该是水蜜桃口味，然后这一款和这一款，这两款是家人选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口味，但它好像是咖啡，因为它的颜色很漂亮，是蓝色跟这个绿色，然后再来是青花瓷，青花瓷其实我也记不太得，因为官网上也没有介绍，然后可是呢，我确定是水果口味，因为我就是选一个水果，然后一个薄荷茶，所以这两个一个是水果，一个是薄荷茶。再来呢，这款很丑的，这款是冥王星，冥王星也是一款很好吃的味道，它好像是牛奶加水果口味吧，反正我就主要是挑水果口味。那我是比较推荐刚刚吃的地球，我觉得地球真的很好吃，我要征服地球，所以我要把地球吃掉。好，那我再吃一个好了，我想要再吃一个土星，我觉得土星真的看起来很好吃，它就是芒果口味，虽然土星造型没有像地球那么漂亮，没有那么花俏，可是土星就是一个像汉堡的概念，汉堡有点像汉堡，我觉得有点像汉堡，它的造型是白巧克力作为基底哦，我们吃看看。土星是芒果加榛果，还蛮好吃的，芒果跟榛果的味道，我一开始会觉得好像可能不搭，可是吃一吃之后发现酸酸甜甜的，其实还蛮特别的嘛，蛮特别，我觉得蛮特别的，酸酸甜甜，土星也不错吃，好吃，还不错吃，我有点吃饱嘞，剩下的口味我慢慢吃好了，我之后把味道补在底下资讯栏，如果有兴趣的再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试试这四款，好甜。我们今天就先试吃这四款，然后剩下的款式其实我觉得大同小异，主要是它的造型非常的漂亮，而且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就是纯天然的香草籽，所以我很推荐这家香草骑士的巧克力工坊。如果有兴趣的子民也可以就是经过的时候去看看，他这家在埔里吧，对，那时候我是去
去山上玩的时候顺便看到然后买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情人节巧克力开箱影片就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你追随订阅我，按下32个赞，加入我成为子民，让我们一起征服世界啦，拜拜。所以为什么我情人节要自己买巧克力给自己吃啊？